晚间十点多，高雄的高南公路车流量还是不少，骑士稳稳的往前骑，结果呢就要进入男子百慕达的时候，看到了前方一部机车疑似过弯的速度太快，突然滑左拐右拐，直接整个人撞到了安全岛，连人带车惨摔在地。这事件呢就发生在高雄的男子高南公路往男子的方向，晚间十点半左右，其实目击到了这一个画面，这车祸相当的惊险，肇事车辆疑似是车速过快，转弯的时候没有掌握好速度，结果呢就发生了自摔，幸好后面的车辆没有再继续追撞上去。根据了解，这一条就是要通往男子路桥，也是大家俗称的男子百慕达，许多人第一次骑绕来绕去还是会骑回来原点，就没想到晚间的男骑士就在这一个路段发生了车祸，真的让目击民众都吓了好大一跳。道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。